终于上来了。哇啊！不知道看路吗？这么高的地方竟然还有便利店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商品的。还有一头大蒜，今天真是开门红，顺便帮他整理一下柜台，这不就像样多了。这个烤盘看起来也不错，好多蒲公英呀，好看吧。这怎么还有个竹蜻蜓，玩去吧你。那里就是我的餐厅了，应该是从这儿上去。